其实眉毛真的很夸张，要画一样真的。对，你要对称。猫哦，还要花到20分钟以上。对，因为你会觉得一直看，然后会有表情嘛。然后我还拿那个面子这样去比比距离。不用补到这边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太浓，但是我没有补到这个地方，你会觉得不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其实现在感觉是一样的。对，我们大哥对于眉毛很讲究，因为他觉得是一个平衡、啊。我不是对眉毛讲究，是非常的讲究。不是嘛？一公里，你画什么菜啊？你给我好好眼睛数看麦，请你忘掉你的良心。自细到大，我对你有好无？你要爱笑，我有买给你无？你要爱笑，我有买给你无？你要爱笑，我有给你无？我的财产拢是你的，你也对。你要爱笑，是我想看嘛？你跟其他的查某跟我比较，气死我！臭人！比他还要给，然后你来含水。今天是我赚到吗？对啊，只要睡。含水，你慢用。啊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在我在里面干嘛？你看我这个。含水，含水。那我要出去，真的不打扰你。那我们都要出去。要请老师伴奏之前要按摩5分钟，一定跟他按一下，一定要按5分钟，他弹的比较好。对，他会弹的比较好。那我直接改，我直接付钱给他就好了。最好是异性。好，这个讲的实在，这个讲的实在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